要你，我未必几天啦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休困。我身体足好的，无破病。是我没有要接外省游戏节目跟瓜丁当，就是安尼，剩的拢同款。现在没有为了以前那种为了要钱用生命去跟他换的那种那么急迫。妈妈嘛希望讲，你卖去接无用，该接的你就接。啊，不该接的，你卖这么个囡仔，这么中间，你看吼，这。中午还是会直播了，都一样，只是我没有要接外省的游戏节目跟发电档，就是安呢，出那种感换，其实都怎么面对低潮？那低潮就有弄给他高潮就好了啊，干嘛要低潮？连发电档配合，对，发电档是用生命来换钱的，对，钱赚到之后啊，要拿钱去买药来补身体啊。接着我十号会去录，因为那个事先就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我就接谈话性节目。我当中国好声音的 Coco， 我还是当梁子琼好了。刚记者打电话给我，我也是这样说，就是因为以前家境很穷，所以呢，就是想什么钱，人家找你我都赚。不管唱歌啊，不管主持啊，不管什么购物台啊，不管什么通告啊，我都接。一直养成到现在，觉得说老天爷有钱给我们赚，就是。对我们特别的一个礼遇啊，有钱谈要谈，你不谈，所以每次只要那个外景节目打电话来，那个都一定要早上五点六点起床。那心里想说啊，买卖钱卖钱，但是我嘴巴还是说哦，好，只要我有时间了，我就说哦，好。然后电话挂掉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不是不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说好？真的年纪也大了，那你都笑脸了呀，就再快一点，我一直跑。跑到到终点，我整个就趴在地上，我都感觉外来头打你，不然吼汗流浃背啊！穿下云翔拳过来讲，姐，你还好吗？你脸都很白耶。缺钱，我不是说我很有钱，我现在没有为了以前那种为了要钱用生命去跟他换的那种那么急迫。我妈妈嘛希望讲，你卖去接无用，该接的你就接。啊，不该接的，你卖这么个囡仔，这么中间呢？龙少华有规定，要你我未必几天啦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休困，我身体足好的，无破病。大家莫乌白想。